各位好，今天要带大家去一家位于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港式饮茶。在这里暂停一下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怪怪的？是的，背景的音乐似乎跟画面不是很搭配。这种突兀感就像是这家餐厅明明是欧式装潢的风格，却是一家港式饮茶一样。好的，那我们再一次。这个欧式楼梯对于行动不方便的人来说会是一个挑战，不过在一楼有电梯可以搭，所以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。进到内部，一整个视觉冲击袭来，欧式华丽的装潢搭配上中式的桌椅，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组合啊。这是杨枝甘露，我蛮喜欢的，葡萄柚的量很多，不会死甜。这里跟大部分的早茶一样，也是有很多小车在巡回走动，遇到想要吃的就直接从车上点。茄子虾丸蛮好吃的，凤爪是不可或缺的经典菜色，虾肠粉看起来垂涎欲滴啊，鲮鱼球软硬适中。这里的烧麦我觉得是法拉盛最好吃，肉馅跟虾的混合比例超好，烧麦的个头又大，超值。杨枝甘露先前就提过了，葡萄柚、芒果果粒放了很多，喝起来很清甜，不会甜腻。绿皮辣椒也处理得恰到好处，有辣味，不像有些地方可能蒸太久，辣味全无了。除了饮茶点心之外，也有单点的厨房菜，价格也比法拉盛市区的餐厅便宜。总结一下，这家港式饮茶地点虽然离法拉盛市中心有一段距离，但停车很方便，餐厅也有很大的停车场。餐厅的茶点也很好吃，个人认为比法拉盛市中心的那几家都美味。然后再加上神奇的用餐环境，有兴趣的人可以来这家餐厅试试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。